你好，我是刘妈妈。今天我们要唱一首歌《快乐天堂》。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我们要玩衣夹子。如果你方便，还可以拿杯子或者是绳子。我们等一下要玩哦。我们等一下要玩衣夹子，我等你哦。疫情警戒到现在好久了，我们好久没出门了。你有多久没去过动物园了呢？这只是什么？大象。这只呢？孔雀。这只呢？哇，企鹅。企鹅馆的企鹅好可爱哟。这只是什么？斑马。这一只呢，哇，猴子，猴子会爬树。这只是老虎。这只是狮子，哇，还有谁？可爱的长颈鹿。这只是猫熊。哇，小瓢虫。我们还有昆虫馆，好多好多的动物，我想都是小朋友喜欢去的地方，当然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，因为我喜欢照相。我念给你听。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。孔雀旋转着碧绿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，烦恼都装进了他的大肚量。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，更高更远，更需要梦想。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和人间一样忙碌悠扰，有哭有笑，当然也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唱给你听听看哦。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。孔雀旋转的碧绿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，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量。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，更高更远，更需要梦想。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像人间一样的忙碌悠嚷，有哭有笑，当然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现在请你的手学我拍拍拍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来，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。孔雀旋转的碧绿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，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量。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，更高更远，更需要梦想。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像人间一样的忙碌悠扰，有哭有笑，当然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谢谢你，你好棒哦。我今天为什么会拿衣夹子啊？衣夹子家里都找得到，衣夹子就是很简单的操作，它就是手压压。如果我们要翘手，我们可以试试看手指头换一根，
换一根，哇，我压不下去了，再换一根，我压不下去了，换一个手试试看，呀，没问题，换，左手我不行，我也不行，哇，小妞妞，好难哦。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手指动一动 ，OK。当然，我可以让他做一个很简单的游戏，就是咬住它啊。我们两个手指头，两个手都要去压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跟小孩一样，我们就是玩，好，就是玩，小孩。就是会坐在那里玩玩玩，玩个十分钟，玩好久好久，然后他就会去把它拆掉，拆掉，拆掉。OK， 如果我们拿一个杯子，我可以把它像花朵一样，夹。对，我可以去玩它。如果我有一条绳子，那我可以把它夹夹，我可以夹好几个，把它做串烧啦。我们还可以把衣夹子夹在衣服上，夹在衣服上，哦，衣服可以做不同的造型哦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夹在我的头发上，希望大家都跟孩子一样的开心。随时玩创意。等一下，请你手上拿两个衣夹子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出声音，或动一动，或者是夹一夹。我们边玩边唱歌。如果你有很多的夹子，那你可以玩不一样的。我要放音乐咯，等我哦。
谢谢，拜拜。